王薇薇，新来的编辑。史蒂夫，这位是总公司派给咱们 YS 代理新媒体运营总监的江离。前辈你好，我是王薇薇，请多关照。你好，我是武功。你好，史蒂夫。嗨 ，史蒂夫。江离，追你的男人应该也很多，没必要只选择史蒂夫自己。换句话来说，你们俩不合适。如果没有江离姐的话。 你会不会取笑我这样的人当老婆啊？爸爸，薇薇阿姨会成为我的新妈妈吗？以前你有婚姻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第三者，要去破坏你。可是你现在都已经离婚了，我为什么连喜欢你的权利都没有吗？他离过婚，你知道吧？我当然知道。那你知道他的前夫现在是什么样的关系吗？他的前夫是谁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。 因为这位前夫就是武功，大家都认识，不用我介绍了。武功先生呢，就是我们公司的新客户。我跟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。自己的儿子自己管好，别放出来丢人。你都有女朋友了，你还纠缠琳琳干什么呀？哎，武功，你到底是要干什么？怎么又是你啊？我怎么了？ 你和江离已经离婚了，你们的接触就应该有分寸。凭什么儿子辞职呀？你怎么不让江离辞职啊？哎，吵够了没有？董阳，你早就不爱你了，你们俩早就应该离婚了。太太已经认可我了，你觉得你在邱家，你还在那住吗？我这个人从来不会在工作中掺杂个人的情绪。史蒂夫，你别走，弗兰，史蒂夫，弗兰，别这样，离不开你老爸，你就守着他过一辈子呀，你娶老婆干嘛？ 一个不折不扣的奶嘴男！别再吵了，你们是不是都已经忘记了我和武功已经离婚了 ？I wonder how your body tastes inside of someone else's place. Put away your eyes, there's nothing left to hear. But I know everything you feel, and you waited on the rain. The tears my heart has caged, and we fall through fate, and we rise and rise again, and I run. 这些实际不能给你吗？这些回忆对于你来说，真的就一文不值吗？这些真的不重要。人生本来就是得到失去，得到失去，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失去什么对我来说真的不重要。现在我手上抓到的什么，这个才是重要的。抓到什么才是重要的？扯淡！你骂谁呢你啊？你给我道歉！我跟你道什么歉？你就是扯淡！我是你上司，你必须给我道歉！我以前是你老公，道什么歉？我认识了。 人都是活一辈子，凭什么别人可以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，谈一场顾头不顾我的恋爱？别人可以，是因为他们可以为了梦想不顾一切。你自己想想看，这么多年来，有哪一件事情是梦想照进了现实的？你就是我的梦想，照进了现实。结果呢？会有这样的结果。 还不是因为我一次一次向现实妥协，所以我现在想明白了，不负初心，方能始终。